它真的就像防晒一样很服帖。如果我现在不讲，你们可能会以为我现在的肌肤是素颜白，可是又很有光泽。这是我最近新发现的。日常外出的话，我会喜欢我脸上是比较清爽舒适的，毕竟现在都要戴着口罩，太厚的底妆戴着口罩闷着其实也很不舒服，所以我会用这种带有润色效果的隔离来打底，取代比较厚重的粉底液。那我最近很喜欢用的是这个 PSK 的纯物理全能润色隔离霜，它挤出来是这种有点像奶油状的质地，那它是可以用手直接这样涂抹全脸的，就像涂防晒一样，这样把它抹开就好。这样你应该看得出来它的润色效果很漂亮吧。用这个上妆超快速，因为它的质地很清透，水润很好推匀，所以可以这样直接抹开。虽然它的防晒系数很高，有 SPF 50加三颗星，但是它完全不会油油黏黏的。然后敏感肌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酒精跟香料，所以可以放心使用。